前走。名字张玉伟。我的 CCA 美术班来了一位新学生，名字叫做 Daisy。 他是一名奋斗两年的癌症幸存者。你好，我叫玉伟。你好。因为需要分组一起画画，所以我就跟 Daisy 成了一组。我们讨论了许多，决定画一朵雏菊花，也就是它的名字 Daisy。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。画着画着，画上的各种彩色慢慢的呈现出来，仿佛在描述我们之间的友情变得越来越深了。因为他两年没上学了，学上有点困难，我就决定每个星期五和他温习功课。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同情还是关心，但我心里真的好想好想帮助他，不想看他伤心。每天期望的就是他那淡淡的微笑。谢谢你，这个星期天我可以请你去看电影吗？你女朋友啊？没有啦，朋友哎。哇，吓死我们嘞！哟，哎，妈，看你好像喜欢她嘞。你知道她以前患过癌症吗？我知道。我听别人说，如果不幸运的话，可能还有复发，而且她又大我们两岁，所以你自己想清楚啊。哦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今天玩得很开心，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。哦，不客气啦。明天我们应该可以画完我们的雏菊花吧。
你到家了吗？还没有。其实我心里有好多话想要对你说。刚才的事，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。你够了吗？你到底要自暴自弃到什么时候？毕竟这么多天了，你以为你这个样子他会开心吗？你听好，明天早上 Lizzy 的遗体将被送去火化。我再说一遍，明天早上 Lizzy 的遗体将被送去火化，你好自为之。小心点啊。我是 Daisy 的朋友，叫玉伟。他有跟我提起过你，有什么事吗？这幅画送给你的。都出去花，画得太美。爹子，那这幅画，你会很开心的。
原本以为太迟了只是一种说法，直到自己遇到永远不能挽回的事实，才终于明白它真正的意思。怎么又要 edit？ 我的脸很圆啊。很圆咩？谢谢。阿米六，你有来 follow 我对吗？我有去拉你的照片。真的啊？可以把刚才的照片给我吗？我想 po 上去。如果我说不是我做的，你会相信我吗？